有网民日前在社交平台群组上载相片，说在黄埔花园一间面店发现三万老鼠，在餐厅的装饰架上活泼地爬，又曾经站在个架上面望住店入面的人，令到楼主不禁形容吃晚餐送肥鼠。相片引起了讨论，有人说很恐怖，说老鼠的体型肥得很夸张，估计在店入面好吃好住，接受到猫店长但接受不到鼠店长。亦都有街坊指出，涉事的铺头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影到有鼠踪，质疑店方卫生出现问题。不过亦都有街坊说，鼠患问题是区内肆虐多时，未必关餐厅事。黄埔其实有很多老鼠，特别是楼下有垃圾站的墙。